是啊，啊，韩国人又没有扣我，我被告就是我妹。剩那两盘没有，我都有关注。你都有关注啊？哦，拍到人了，拍到你了，拍到你了。我忘记带相机了，今天带什么？我被拍到牙也红了。别相机啊！确定了。还有两个会来，等一下。叫老板请请两个。我在里面啊，然后开到一个。哈哈哈哈哈！你别造谣。哈哈哈哈哈！我就朋友。没印象。谢谢。刚才你手机拿到，好好你手机好，那个相机是新的跟旧的，你也是好的吧？4-5倍，价钱，对，这台比较新呐、啊。鲜明的一万机动车，这鲜明要放我手机。OK， 对啊，新的点呢，新的比较好。但是你们都你们都没有在上过没？另外一个在考虑上面，6倍。抖音也没好，谢谢你啊！他叫人他有买了吗？哇，他有真的要闹了，他是真好玩。哎，快点，要30分，现在才十几分。我们叫叫快了，不要一个没一个。我从我前面买，对。我要吃饭一点啊，到时候你说我要吃，管你从外边他包括吃，还算没时间啊，啊我吃了，那个胃根本多，你就不吃，吃少也不好，还有体验就没办法，那去。好，进去好了。